百多年前，你们刚才讲的车，通通都没有。家里有很多的玩具车，也都没有。那我要去上课怎么办？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他不太开车了。他没有车啊？什么车？你们刚才讲那个以前通通都没有，也没有，一百多年前都没有。现在当然有很多，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一百。